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先跟大家介绍这个费甲欧摩登版机车，真的很像早期的那个韦氏牌耶，超级小型，这根本是50cc 嘛，骑那么慢，骑那个超级慢的。哎，在上课吗？那么多人在门口抽烟呢、哇，第一次看到。来，我们来改装车一下。感觉好烂哦。好了，没关系，防御用最好的，然后刹车用赛车级。车体呢有后车架，哇，这是载双人的时候避免它飞出去吧。然后呢，简易靠垫后车架，哇，这个后面坐的人应该就比较舒服一点。然后载运架，就载货的吧，备胎，备胎架啊，来个简易靠垫后车架。然后前挡凝罩呢有什么造型跟颜色不同而已啦，那选这个好了。哇，大灯比较多哎，小型双车灯，然后大型双车灯，黄色，剪映四个，然后哦，花翘四个灯，哈哈，这灯也太多了吧，哇塞，哈哈，这个灯真的很多，可能是因为车子不是那种赛车型的，所以它要做一些比较夸张的东西。OK， 那我就选这个极限改装车灯吧。然后它后照镜有四个耶，哇，后照镜四个，很好。然后座椅有复古的皮座椅，压条，然后复古压条，豹纹嘞，哦，虎斑坐垫，然后斑马，这个女生应该就会喜欢吧。选哪个好呢？老虎斑坐垫，然后车镜，我也看不到车镜有什么。哦，还有那个，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！这是什么？那我的打扮要打扮的漂亮，这样我自己看自己会比较爽一点。哇，好多镜子哦。哇，大量车镜，更大量车镜，车镜想知道照什么啊？照妖镜吗？啊，来个特别的极限改装车镜，车镜墙好了，然后载运框架，里面可以载什么？载公司包、备胎。今夜不回家，载运框架。还有备胎架，哪个比较好呢？好啦，今夜不回家就是你了。然后后置天线，好长一根哦，我两根，超长的啦。好，然后轮毂盖，拿个铝合金，前置天线，哇，这么长一根是要干嘛？好啦，哈哈，越改越奇怪。我还是觉得加个车灯好了。就一堆车灯，然后挡风镜，哦，还有绿色挡风镜，
它有点颜色的挡风镜，是什么？透明半面的。好像透明全版面的，好像比较好看。那引擎的话呢，用等级4。车灯用煞气，然后涂装的话有英国国旗，是要涂在哪边？你看到啊？哦，在这里啊，在正前方，只是都被我的灯挡住啦。然后不列颠，哇，这个好花哦！消失帝国粉红色，好了，就选一个。选一个什么呢？好了，嗑药迷幻车牌，就这几个可以选啊。那用原本的好了，然后喷漆，啊，用原本的喷漆好了。变速箱。涡轮，车轮用防弹，然后这个用橘色。OK， 来试乘一下吧。哇，感觉好高，刚一堆东西在上面。加速上面有比较快一点的。上班还 OK 啦，赛车就不太适合了，就真的很龟速了。转过弯，过弯还 OK 啦，因为它很慢啊。爬坡就有点吃力了。飞走了。好啦，接下来把车停回家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及按赞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